嗨，大家好，我是贝拉，我的三围是32、23、34，158公分。你这个烧焦是正常的吗？我喉咙不太好，我的喉咙不太好，爱乱叫吧。郑斌老师今天当然是有些问题想要跟他聊一聊啦。听说你小时候是一个运动健将，然后很喜欢运动，很喜欢运动。因为之前你在国光有讲说你的短跑成绩是13、14，但是后来就因为家人会觉得什么腿型会变啊什么的，就阻止我继续。那你自己的柔软度你觉得好吗？还不错。那可以给我们示范一下吗？好。哇！我刚听咔啦的一声，是什么？我的有时候常常这样，脚会这样。你会劈腿吗？现在比较不行，但是我是劈的。还是感情上可以？不行不行，我不会，我很专情的。贝拉现在目前是单身。对啊。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喜欢专情，然后细心、善良。有人喜欢不专情的男生。现在很多男生都不专情啊。但专情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吧，就是有没有一些个性上啊，或是外表。个性上，我不看外表的耶。就是善良，然后爱小动物。那自己有没有一些就是小癖好，或是奇怪怪癖之类的？小癖好我喜欢闻男生的手。为什么？不知道，就是。所以他抠过的东西，然后小鼻孔之类，鼻孔。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应该就是他的味道吧。它的味道，可是它味道应该是在腋下，不是在地方，怎么会在手上面？我也不知道，就它的味道，就是应该就是喜欢它的味道。OK， 安全感吧。那你自己啊，有没有一些？到底是谁会问这个 Q？ 你有被捆绑的经验吗？没有。但是我从前你身上的一些蛛丝马迹可以看到，因为我看腿上蛮多。淤青啊！哦，淤青哦，是喜欢做一些激烈的一些没有这尝试之类的，就是有时候就是很容易撞，是是是，没有。我已经死了。好，因为今天呢，我们要来请跟我们的司机大哥挑战一个游戏，要比筋骨的柔软度。我应该可以。我们邀请一下我们的司机大哥，今天呢要来跟我们贝拉比赛柔软度，这个我很有自信啊。柔软度非常不行。刚刚贝拉有个展现筋骨就很软的，不可以吗？你顶一下好不好？我到此。想说你就顶到，然后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就你不用再比什么。没办法。待会呢，不只是要运用柔软度了，就是还有一些小技巧，然后看你们两个到底可以谁先完成这个任务。看什么看？赶快按右下角订阅。好的，两位，就是我们帮你们手上都已经绑好了绳子，脚上也捆了封箱胶，然后呢，现在就是要比赛限时，看谁。最先挣脱，好紧，好紧，是不是？好，那你觉得你有办法很快的把它挣脱吗？不知道，不知道是。好，来喽，预备，开始。来来来，要磨地啊，你要去摩擦那个绳子，这样子会很难弄。是大哥，你是想要故意靠在贝拉身上？好，没有，我是想要找。等一下，真的很紧哎。不要，这次不是那么容易就弄掉了，所以平常情侣在家其实不太紧张，对不对？我们好像有一点松了，我好痛。好了好了 ，OK 了。真假的？等一下，为什么？我的真的那么紧吗？需要帮忙他吗？你怎么这么快？因为一直地一直这样动，他就会变得越松越来越松。能够体会这种感觉吗？在家里面。来了。哦。哦，真的好了耶。哦，对啊，你觉得这个小游戏啊，如果在家跟男朋友一起玩，就会增加两个人的情趣吗？不要绑那么紧，所以是 OK 的，是不是？超痛，觉得有刺激感，对不对？对，看他蛮红的就知道。对啊，所以你是其实是喜欢捆绑，来问的问题，因为你觉得不要绑太紧的话，其实可以接受。那 C 大哥呢？你自己觉得这个游戏，我
觉得这个游戏如果情侣玩，应该挺害羞的。为什么？为什么害羞的点是？因为很热，就你越搓越热，然后是带动全身都热。哎、欸，那你蛮有趣。你们有要想要把脚解开的意思吗？还是？我刚才在想，可不可以？这个不好解，就把它撕掉就好，不是吗？好的 ，Round Two， 接下来是要挣脱脚的部分哦。C 大哥怎么样？有信心吗？尽量。那贝拉，你觉得脚跟手的话，你觉得哪个会比较困难一点？我觉得手哎、欸。为什么？感觉会脚比较灵活。好，预备开始。现在还是蛮难的。对对对，来用。这个挺难操，你干嘛原地踏步啊？来，我看看贝拉的技巧。他说他脚很重。他要怎么去拿？踩地板啊？怎么用啊？这是海狗还是什么的一个什么的哎哎然后 C 大哥还会成功吗贝拉你要输了你要二连败了不行需要等一下我突然发现这样已经卡住动了你要赢好了好了等等了哎C 大哥已经挣脱了哎、欸，换一下，换掉了，掉了，掉了。反过来趴在地上，不要有机会。你先侧躺，然后趴过来。对，我快不行了。哎、欸，因为感觉已经快出来，为什么就是过不去啊？你这个脚踝卡住了。这名次不要再加这样玩。这一定是我最后一次。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哦哦。有运动到吗，两位？有有有，哇，你的脚很红嘞！既然贝拉今天输了啦，我觉得你还是要惩罚。有什么惩罚？惩罚就是你刚才不说你喜欢闻男生的手吗？那不如就来闻一下我们齐大哥的手。没有味道吧？有吗？有吗？什么样的味道？就那个味道啊！齐大哥，你把袖子截下啦，你就把你的手。真的吗？哎、欸，前面是你闻别人呢、欸，这个但是毛有点吓到。哦，哎、欸，兴奋了，兴奋了，是不是？喜欢毛多男生吗？没有味道吧？我会怕，会怕是不是。哦，真的、哦？那我来这一片也可以，因为我只有那一片。这样好了，我再一个。来来来，有味有香味，有香味，淡淡的。那毛的这一面呢？你闻一下毛。我没关系，还要勉强它吗？要勉强。我怕毛。没有勉强。你扫到我的鼻子。为什么？所以你不喜欢就是毛发太旺盛的人？我没有看过这么茂盛的毛。但 C 大哥的味道是还 OK 的啦。好啦，那其实也算是惩罚啦，就是。起码帮我们验证一下，我们 C 大哥其实平常是有在洗澡的，好不好？有，好不好？希望大家喜欢在家里想要尝试的话，就可以在一下，对，增加一下小情趣。OK， 谢谢。看完我们的影片，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正妹老司机”，然后可以来一起直播找我哦。